AI 六月天，条条大路通台湾。昨天我们看到黄仁勋，今天换成半导体女王苏姿峰。相较于昨天黄仁勋个人 solo 秀，你看到今天苏姿峰，他邀了华硕，邀了联想的供应链上台，要打群架。更重要的，他预告了将要大幅来投资台湾50亿的大手笔。他说，台湾是 AI PC 发展最重要的基地。另外一个画面，我们看到是黄仁勋昨天那场演说，哇，后座力真强。他说台湾是 AI 产业革新的后盾，被他点到的供应链今天股价都飞天了。是从几点要带我们来看到，包含的辉达黄仁勋、刚刚的超微苏姿峰，还有等一下给你看到的美超微梁建厚，这台一 AI 三巨头怎么在台厂的助权之下撑起全球 AI 的屋顶。对，没错，昨天晚上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很多人在听这个黄仁勋在这一次他的这个演讲。那今天早上的话，当然就看苏姿峰表演。所以他们两个这个 AI 的这个天王天后纷纷表演之下呢，那今天台股呢，因为 AI 的这个大气氛之下，台股飙了大概362点，盘中一度涨了超过400点左右。那也因为台积电也涨了这个3%多，鸿海涨了也快3%，广达也涨了快3%，甚至昨天被黄仁勋点到了，一共有13档公司涨停板。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这个整个两个 AI 的这个重要人物对台湾的影响真的相当巨大，对，尤其对股市的影响非常巨大。那今天早上当然就是苏姿峰 Lisa 苏了他的开幕式的 Computex 开幕式的演讲，他讲了非常多，他也是认为说整个 AI 呢，目前为止正在掀起一场革命。然后他跟黄仁勋一样，他也秀了非常多台湾的相关的供应链。刚才俊宪有提到，他还请了相关的供应链上去发表新的这个产品啊。那到这一次呢，对 Lisa 苏或者对苏姿峰来讲的话，这次的 Computex 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变成是他在追赶这个 NVIDIA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重要的会展。如果在这个会展里面，我拉到更多的客户群，然后巩固到更多订单，对我当然有好处。所以为什么他在6月1号我们曾经媒体有直击到他已经下来的，东森也有直击到嘛，就是下来的时候，人家以为说他马上6月1号应该回来去这个住饭店，没有，他还跑到这个会场，就 Computex 的会场里面去，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所以你可见他对这整个状况来说都是相当的在意的。那你更不用讲，这 Computex 6月7号结束之后，传言说他应该会出席在这个台南沙屯有一个2024年的南方半导体论坛。那在这个场合里面，我们会不会看到苏姿峰跟黄仁勋见面？这个场合是有可能看到的哦。好，那除了他们要出席这个地方之外，因为这个 AMD 已经宣布说他要砸50亿要做研发中心。是。那研发中心来说的话，因为我们知道 Lisa 苏的这个父亲是台南人嘛，他就说，我们要再回到那个故乡，所以呢，可能会在南科或是沙仑会设这个所谓 AI 的这个研发中心。好，那当然了，大家除了这个 Computex 之外，昨天呢，他的这个黄仁勋的演讲可以说是真的轰动武林嘛，他昨天宣示说新的这个运算时代来临。那同时呢，对台湾人来讲比较特别是他除了讲国语之外还讲了台语，然后他还这个谢谢说这个台湾是无名英雄世界的支柱。他后面最后的时候不是有一个2分钟左右的一个短片，很多人看的是真的是泪流满面的，也有很感动的也有啦。然后在整个这个所谓2分钟的短片介绍完毕之后，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从台湾岛，然后我们一起努力过的这个状态，他还弄了 TSMC， 然后还有他 Jason Huang 跟 Morris 张忠谋两个人的照片，一起为所有的这个未来打拼的这个状况。所以他在这个整个2分钟的这个影片结束之后，他秀出了供应链。供应链就围绕了台湾的地图。那这个供应链里面来说，有43家公司在今年大部分全部，甚至还有13家公司是涨停板的。好，那昨天讲了那么多，他昨天有秀什么吗？第一个，他秀了这个是 GB200 的这个晶片，然后同时他还秀了 GB200 的伺服器，大家有看到一层非常高的，那就是 GB200 的这个伺服器。然后他还展示了他最新的这个网络连接的相关的这个效果。然后同时讲到说，我们未来除了现在的这个 Blackwell 之外呢，未来的新一代是 Rubin 这个平台，而且Rubin 这个平台呢是在2026年可能会启动。然后2026年启动的时候呢，它用的是 HBM4 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超宽频记忆体。那这个 HBM4 呢可能是用台湾的台积电的明年的第四季量产，用台积电的3奈米。那这个 HBM4 呢可能就是由台湾台积电可能跟我这个所谓的这个海力士还有跟我们的创意一起来合作。那这个告诉你什么？三星可能又挪缩的一个局面了。观众朋友，
在明天即将登场的 Computex， 我们看点中的看点就是台一的 AI 三巨头。昨天黄仁勋，今天苏志峰，明天我们看梁建厚。对，没错，实际上梁建厚呢，已经在前几天呢就已经有发表过了，因为他参加这个他北科大的这个所谓毕业典礼，然后也演讲了，然后他还捐赠了这个超级电脑呢给这个北科大，希望说能够培育更多的人才。是，他讲的非常多嘛，把他们这个北科大的这个校训都拿出来讲了。好。那他是说什么？他希望能够这个在新园区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拍板。为什么？他提到说在台扩充是一个首选。那因为梁建厚，大家可能过去比较少听过他的名字，但是美朝伟在这一年来可以说是飙翻天嘛。大家可以看到，事实上他在以前的时候呢，股价都没有在100美金以上。但是从去年下半，约莫是从去年五月之后，他就开始往上狂飙，往上狂飙之后从100啦，然后一直飙到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1074块。涨了一年，涨了10倍。你要说了，这个 NVIDIA 是真的大妖股吗？没有，这个美超伟才是美国不折不扣的大妖股，而且它涨了，过去默默无闻哦，就它现在涨到变成什么？变成标准普尔500的指数，你就知道事实上是非常不一样的。好，那跟我们这个黄仁勋的未来可能会变成道琼指数，那你就知道这个 come 涨真的是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好，那事实上对梁建厚来讲的话，他是在嘉义的，然后这个我们在一起的这个很多周刊也有去拜访他的家人，他是住在嘉义的这个深山，他现在家人还住在那个地方。然后他说他为什么？因为梁建厚的这个美超伟的竞争力很大一部分就是他的模组化功力非常强。什么叫模组化功能非常强？就像我们刚才看到一台那么大的这个伺服器里面，如果你要换的话，那怎么办？如果假设说我某个零组件换了怎么办？我可能整台都要换掉啊，对不对？但是他用一个模组化的方式是说，假设你是电源供应器的这个模组坏了，你就把这个拆出来就好了。你是散热的这个模组坏了，就把散热的换一下就好了，就你不用换整台。因为在一个这个所谓的伺服器里面，它可能譬如说 GPU 可以用4年，但是每一个产品用的年份不一样啊，电源供应器搞不好用到8年啊，或者说散热可以用到3年，不太一样、啊。这个概念有一点像是堆积木在玩的概念、啊。对，没错，是。就像讲到重点，你就觉得很像堆积木，它也真的是从堆积木出来的。他说他小时候的时候，他不是他小时候，他女儿小时候的时候，人家就送他，他买这个所谓乐高玩具给他玩。那乐高玩具给他玩，他女儿在那边拼的时候，他觉得对啊。这种逻辑来说，就跟我在做这个伺服器很像啊，所以它等于是把这个所谓的这个乐高玩具的这个堆积木，或者说这种什么模组化的方式，带到这个美超伟，让美超伟呢才会出现这么强劲的这个竞争力。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俊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五七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